由彰化县政府主办、二水乡来举办的台湾跑水节，由彰化县长卓伯源领祭拜谢八宝郡传奇的林先生仪式之后，活动也正式启动。属于彰化县二水乡年度盛事的台湾跑水节，在主办单位的精心安排下，不同于以往的是，今年彰化县长卓伯源以及从小在二水长大的外交部长杨敬天，是特别专程邀请了12个国家的大使及夫妻，以及日本北海道的参访团，共同体验台湾跑水节的传统文化活动。我们彰化的跑水节现在已经不仅是台湾的跑水节，更是国际的跑水节。在今天呢，已经有超过12个国家啊驻华的使节，他们的大使以及夫人啊，他们都要亲自来体会我们台湾跑水的精彩、有趣以及深刻的历史意义。这是一个饮水思源、很有意义的民俗活动。由彰化县长卓伯源将生礼交由饮水人之后，所有来宾包括12国的大使等贵宾，在饮水人的带领下，随着彰化县长卓伯源以及外交部长杨敬天正式布下八宝水郡，马上受到了水郡两岸民众的热烈欢呼。这也让来自12个国家的外国大使除了感受彰化满满的人情味，也对这次体验感到开心又难得。在彰化县长卓伯源的带头下，所有来宾共同跑向八宝郡的终点，并经过了象征好运的水门。台湾跑水节不但成功将地方民俗活动带向国际，也成功传承了在二水当地具有重要意义的民俗传统庆典。谢俊轩彰化县采访报道。